您是不是总是一张冰块脸？冰块脸，冰块脸，这个只有你慕容紫英配得上他。愿纵火九龙，父死皆碎。爱别离，这是你阿姐留给你的遗物，你怎能送我？何不洒脱的接受？因为你觉得呀，这一切的你不是答应了阿姐要照顾我余生吗？我会试着洒脱接受，阴晴圆缺的。我也一定要履行对你阿姐的承诺，我可以舍弃一切，只为陪伴灵裳，实现她所愿。我答应过你阿姐，一定会守护好你，你哪怕多活一日也好。子英得罪了，不能让掌门和二位宗主过去。林莎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当时没有什么灵气？是一段柔软的光芒。要是夸我的话，我就要做放射箭，人人都拿我当宝贝了。如果一定要说，那我就做剑桥，只守着我的剑。你果然醒了，韩姑娘。我开古不是为灵剑，只为灵莎终于达成心愿。我只想要灵莎安稳的活着，有我在，我可以以命护她。好英俊的剑仙，尝尝那个五香灵鸟肉。哎呀，这是在我家，就让我叫一下子英呗。这一天到晚是说是说都很累的。那个，那我跟子英同居一下。子英呢，嘴很严的。谢谢你啊，小子英。子英，看看，是不是只有你明白了？不妨，我以后就不叫你冰块脸了。林莎，你说的